想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。我觉得导播这不是要拍 Power， 是要拍他前面那一个。我想网友都在问他到底是谁。再一次要谢谢导播给我们的画面。云豹这边，陈建民、卢杰敏、罗振峰搭配了艾夫伯以及拉佩塔，现在感觉起来今天是把艾夫伯拉上先发，所以是打一个双控位的一个模式，然后艾夫伯又可以去搭配到二号的一个位置去抢分，而格哈沃尔刻意保护的情况下，今天是以板凳出发，哇，这是一个可能大家赛前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跟安排啊。来看看大家留言的东西，超人否一整季，霍华德我爱你，以及霍华德 like， 加油！大家可以赶快到我们的留言墙去留言，以及有人留言说我爱你魔兽 ，OK， 感谢大家的踊跃留言。今天来到桃园云豹的主场，时间管理师也要来一下哦。我们看到桃子姐以及整个家庭也都来到了现场，来看这场比赛。云豹主场真的是一票难求啦，当然你如果有，就算你动用关系也没办法帮你抢到票，因为大家都来看好我了。那桃子姐其实之前也有在 Curry 的比赛又上场，就是又在场边，她今天也来支持台湾的直男。我觉得导播这不是要拍 Power， 是要拍他前面那一个。我想网友都在问他到底是谁，怎么比飞吻跟爱心的人？我也想知道是谁。是。好，欢迎各位赶快上这个 Line 上面去搜寻桃园永丰云豹，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 App 里面。可以赶快上去投票以及留言哦，有什么话想要对球员说的，欢迎大家赶快上网去看。再一次要谢谢导播给我们的画面，看到了郑维哦。在今天我们当然也期待魔兽的上场，以及观众席加油的呐喊，多热情多有趣，我们就想要看这个画面。